香港足球总会全力支持的。为了表扬甲组球员，由南华的队长郭建邦获选。请各位球迷给热烈的掌声，今天当队长的郭建邦先生。小迷最佳十一人的首部下将会为大家公布双方的七层名单。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主将张春辉，四号谢家强，五号卓平峰。Oh, my God.